第三部分，蓝刀竞赛套路。这套蓝刀竞赛套路，素材取自蝴蝶刀、九环刀、汉水刀等南派传统刀法，全套共有68个动作，包括了23种不同的刀法，其中反手扎刀、穿刀、抹刀、背刀、砍刀、格刀等刀法都有其独特的风格。一般完成全套动作的时间约为1分24秒。第一段共19个动作，分3个小节。第一小节5个动作，预备式：并步抱刀，左膝步捧刀，右骑龙步带刀，上步左右砍刀，右弓步推刀，横裆步立捧刀。完整示范第一小节。请看示范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：并步抱刀，左膝步捧刀，右骑龙步带刀，上步左右砍刀，右弓步推刀，横裆步立捧刀。请连起来做一遍。上步左右横砍，单叠步错刀，马步架刀，左钉步按刀，旋风脚，单叠步扎刀。完整做一遍。请看示范分解动作，上步左右横砍，单叠步错刀，马步架刀，左钉步按刀，旋风脚，单叠步扎刀。连起来做一遍。第三小节8个动作，左右扫刀，提膝转身挂刀，左骑龙步格刀，右骑龙步架刀，上步劈刀，左骑龙步下截刀，麒麟步剪万花，横裆步立推刀。请完整做一遍。请看示范分解动作，左右扫刀，提膝转身挂刀，左骑龙步格刀，
右奇龙步架刀，上步劈刀，左奇龙步下截刀，麒麟步剪万花，横当步立推刀。完整做一遍。下面把第一段连起来做一遍。第二段共十一个动作，分两个小节。第四小节四个动作：马步撩刀、右弓步撩刀、回身提膝错刀、跳转身单叠步砍刀。请看完整做一遍。示范动作分解动作：马步撩刀、右弓步撩刀、回身提膝错刀、跳转身单叠步砍刀，连起来做一遍。第五小节八个动作：马步撩刀、右弓步隔刀、插步反把扎刀、退步抹刀、回身上步左右劈刀、马步劈刀、跳转身马步砍刀、提膝扎刀。完整做一遍。分解动作：马步撩刀、右弓步隔刀、插步反把扎刀、退步抹刀、回身上步左右劈刀、马步劈刀、跳转身马步砍刀、提膝扎刀，连起来做一遍。下面把第二段连起来做一遍。第三段共十九个动作，分四个小节。第六小节六个动作：马步崩刀、左弓步错刀、马步截刀、转身左弓步云抹刀、转身右奇龙步云抹刀、左弓步扎刀。示范一遍。分解动作：马步崩刀、左弓步错刀、马步截刀、转身左弓步云抹刀、转身右奇龙步云抹刀、左弓步扎刀。连起来做一遍。第七小节七个动作：上步穿刀、半马步截刀、撩万花、跳翻身扑步劈刀、剪万花、抹刀后摆腿、单叠步反手抹刀。完整做一遍。
节动作，上步穿刀。半马步截刀，撩腕花，跳翻身扑步劈刀，剪腕花，抹刀后摆腿，单叠步反手抹刀，连起来做一遍。第八小节五个动作，马步反手扎刀，半马步立推刀，提膝挂刀，跳转身背花，右弓步再刀，完整做一遍。请看分解动作，马步反手扎刀，半马步立推刀，提膝挂刀，跳转身背花，右弓步带刀，连起来做一遍。完整示范第三段。第四段共16个动作，分两个小节。第九小节8个动作，上步撩刀，左弓步扎刀，马步截刀，背刀，左右扫刀，回身撩刀，左右扫刀，跳翻身骑龙步砍刀，完整示范第九小节。分解动作，上步撩刀，左弓步扎刀，马步截刀，背刀，左右扫刀，回身撩刀，左右扫刀，跳翻身骑龙步砍刀，连起来做一遍。第十小节8个动作，右弓步带刀，上步砍刀，马步砍刀，跳转身马步砍刀，左弓步斩刀，盖步截刀，跪步推刀，半马步抱刀，收势。完整示范一下第十小节。分解动作，右弓步带刀，上步砍刀，马步砍刀，跳转身马步砍刀，左弓步斩刀，盖步截刀，跪步推刀。半马步抱刀。收势，连起来做一遍。下面把第四段连起来做一遍。
请看整套动作的路线和布局。最后，让我们再完整的看一遍运动员的整套示范。Thank you.